第一手的资讯，最有意思的风尚。语言是一种艺术，麦当公家有艺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赖金贤。欢迎收听《报道有艺术》。嗨，咱今仔收听《报道有艺术》，我是金贤。今仔现场访问的是。其他都掉伊吼，拢是虾米会？你知影？虾米世界卫生大会时阵，你都会做在哪？这是伊个台湾医改联盟基金会执行长吼，林世佳，世佳你好，季贤好，哎、欸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好，一会可以变作、变作迄、那个。在空中相会呢，不过拢是这个人家就听到进行的节目。我大概看到世界哈，一点讲，哎、欸，这个又要那个世界卫生大会被个亏啊吗？哈，一点一起就坚持，哈，讲哎，咱台湾人有健康的权利。今日们访问的是，其实嘛是伊的专业嘛，哈，是这个再生医疗，这是一个未来医疗的方式啊，哈。哎，咱录来录这回嘛，哈，听到未来啦，听到再生的就兴奋的，安尼哈。这下面看的医疗红线。应该讲吼，一般本来咱的讲生物科技、生物科技的先讲药物加医材，就是讲药啊加医材。但是尤其是日本哈，一个一个物件都是即个再生医疗。再生医疗，我记一个例，大家有听到有，就是讲，2015年的时阵，八仙城堡，嘿对，啊，做一人受伤嘛，尤其有差不多5-6个。身躯的烧烫伤面积差不多90%，当当时咱们想讲大概救袂得来，救袂得来哈。一方面台湾的医疗真好，一方面其实5-6个 case 哈，和日本到三公掉。你想因取伊的皮肤了哈，2×3差不多邮票让你多到真皮层，底下40.5点钟以来上个日本的实验室，好，底即个2到3礼拜养8×10。30张，你喺第一个10点钟以来，大家等于缓解皮肤，打落了后，买好的人吼，也免穿迄个弹性衣，就是一款你看什么 Selina 穿啊，穿啊，也免做复健，甚至有时候没有色差。我你讲个没有色差，我没有色差。你想，咱的基本油喷嘞，当嘛起水泡喝哩喝哩，买东西要掉，当嘛掉嘛，所以。我伫2015年12月甲卫福部去日本看时喏，非常 shock。老实讲，那个 impact 迄个还是蛮震撼的，因为伊一栋专门都细胞工厂伫做这個。伊内底规格吼，比咱做半导体像台积电安尼吼，更加严谨，要穿2层的无尘衣，迄、那个无尘的无尘衣，对，手套也要戴2层。然后所以很 shock 以外，就是讲，好奇日本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哈？因为近几年学员台湾，我们做医改联盟基金会做细胞治疗临床试验教育训练哈，啊给他们听，给他们听，但是我唔知阿公真正有迄个物件跟汉以后会当来救人。那我咱的恭喜阿内的公，迄真正是未来啦。我迄年把到顶去东京大学诶附设医院，东京地大医院，因都可以做高的楼层，明天都是要未来医疗啊。未来嘿，然后各几项都各技能的嘞，和大家听下都是讲诺华 Novartis 这款世界大药厂哈，因为治疗白血病的时阵血癌哈，我这款药啊叫 CAR-T， 好 Novartis 加 Gilead 就是这个做吉利德做这个武汉肺炎的药啊这间哈，因为我觉得药啊叫 CAR-T 治疗血癌，古早咱也知影。勾扎，咱细汉看连续剧，那得了血癌都是绝症，对吧？哈，他就一世人滴滴医，滴滴医，个不得医好。起码是这个疗程如果有效，一剂医是这个疗程用完，你的血癌就消失。哇，是一个这个疗程结束，哈，血癌就消失。所以那个是差不多2017年美国、澳洲、去年日本弄通过，因为迄个 FDA 啦、PMDA 弄过哈。那另外一项，他都话。就我进前进前的讲诶，都是讲那个这回，那个这回先再生医疗。对，伫诶主尼哈，日本的经济新闻，我就刚熊熊用一个头版，做一个再生医疗的大爆发哈。我甲看一记上面做雷，你知道？对，一记膝盖诶软骨，
哦，大概膝盖软骨，好，大概拢小块子，卡塌乌的，感觉哎呦，你看起码我较久嘛，高山高山平高山人的平均余命无法长嘞，对啊，啊起码我较久物件，其实头啊用较久嘞，是啊，啊不要乱，就是讲，跟大家讲，因为咱的腿当各位压在迄个关节所在，对，那。它通常受力大概是我们的六倍到八倍，那你推挡了哈。那男的女生，你那屁股又比较大，所以那个受力不均，又其实磨损更严重。对，那起码那而且我们现在人上下楼梯，各种活动又很多，所以软骨的部分的缺损在膝盖上的问题上面是蛮严重的。对，处理得按照处理的，就是讲，像起码养出软骨成片，我记得那个软骨体你。取你还比较没有被磨到的地方，贴卡底耶吗？贴卡底耶，好，哎，给你报一个好消息，未来啊，唔免卡底耶，就讲因为你看软骨遐吼，佮无会老鬼，所以佮无排斥的问题，好，那一贴卡底耶软骨成片出来，起料起出成片，成片就佮个大凳，哇，这是大凳原料复制的概念哦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但是你知道，唔是迄个个哦，是伊个 induce 本来骨头软骨内底的生长因子哦，所以生出来唔是刚来迄个尔，是伊个生入后是一个骨头里面的那个生长因子拉出来，让它长好。好，所以 NHK 这个起码这个手术台湾已经有啊，那都因为。卫福部医师是在2018年我推出特管办法了后，这个物件已经有啊。台湾现在合法的，对对对，现在嘛已经做二十几个 case， 就是讲这个物件是来自日本的东海大学啦。NHK 改药，药几年嘛哈，啊你迄个 MRI 来扫，扫先成片还在那里。有时候有些东西是我们打进去，假设它是液体，大概比如说经过48小时以后，可能存狗趴底下，但是休息啊那了哈，像代谢的搏起啊，但是你来变成成片，大底下一年了更加嫌，伊生真好，掉底下哦，好啊，这个就搁一款就是讲，你这个软骨，一个是纤维软骨，一个是透明软骨，你想咱体重才重，所以软骨的迄个负载。真耐啦，哈，它能够nas sponge 啊，那一当吸震，所以它长出来是透明软骨，是具有吸震，不是会碎掉的纤维软骨。哇，阿哥赢，所以他后尾让被阿姨赢所以迄个健康迄个啥，或者运动医学部骨科主任，不就该台大主任都甲讲，也是讲，这差不多哈，那十岁时阵做这个哈，动差有30年啊，哇，都被拜拜先多啊好，你想哈，安尼生活品质唔真好。嘿呀，啊，那个被说啦，惊咯，拢唔免烦。对对对，佮甲你讲，他滴讲是讲，摕家底个对吧？摕家底个，就咱来手术两届啊，摕一届出来，摕一届出来，佮倒入，佮倒一届对吧？哈，结果你想，有一款多指症的小孩，有第六指，生出来用第六指，哈。即马，台湾佮日本即马合作做这个新的实验，因为偏执症的小孩几乎都是软骨，啊，即马摕出来了哈，一个得当做杯一两百个的成片。所以你就一次性的，就说只要开刀，只要开一次，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等于植入已经准备好了。对对对，或者刚好勾在咱现在用可爱科学小飞侠挂一个手表啊，今嘛 iWatch， 因为很难想象勾在那有一款摕一个手表当恭维，今嘛真正摕一个手表当恭维。对哦，勾在想讲干完呢，无你那是软骨 OK 绷诶，真正变成软骨 OK 绷，你个打来就好。来。很牛好问是林世佳哈，所以讲是这些的台湾医改里面哈，基金会诶执行长，其实为疫情政策关心嘛哈，但起码因为咱台湾去，现在公公现在以他都在公公公日本的 case， 因为我看因为日本人比人家老了，他们遇到的问题比人家炸了哈，所以毛投注这研究就是讲，无论讲卡达乌的还去哈，我讲这个拿卡四五十岁开始有靠咧叮当，拢看讲哇，这已经开始有一挂症状哈，啊是讲心脏哈，啊不过有问题变啦，像啊卡达乌咱想为再生医疗。以前阿嬷讲，我无贵州换掉换新嘞，吼。可是那个后遗症很多啊，吼。吼，阿老公干啦，像伊他都要讲讲，哎，我那是迄软骨迄 sponge 无够，我会用补迄块，吼。啊，为补家己的，变做用别人的，安尼 copy 出来来补，吼。而且愈后很好，吼。所以咱也买就期待嘛，吼。所以我们家公这是未来，而且这对未来的生活品质，我感觉真这样，因为惊死，是惊生病，讲哇死掉之前叫你痛苦啊，还是讲。老的过程叫你不舒服嘛，但是这个未来是未来跟什么程度？
是很近的未来，还是要很久的未来？我头先讲这个心脏成片哈，去年的二月，伊的第一个 IPS 的病人已经出院，好，他就是直接人体上座，然后他那个我头先讲卡达乌会台湾已经几十个 case 成功诶。不过你看也足贵的吧，而且还特殊的法规申请才会使使用。当然，因为当时这个法规的贵就是讲哈，我即马讲的是组织工程的新的成片哈。我想大家一点就这样，有的抗老化，有的治疗癌症，早就偷偷在用很多的免疫细胞疗法，把自己的那个免疫细胞抽出来，然后放大再回输了哈。但是安尼吼，政府管不掉，伊就是要吼你讲，拢拢管得掉，爱台面化，所以才通过这个特管办法。因为你那是用你自己的给抽出来哈，加工优化掉，你个给怕等于你个住等于你个辛苦，那跟政府没有相关呐、啊，我是 自救啊。但是出问题的时候跟政府就有相关、啊，又有相关哦，所以你规矩改定。而且你其实要有一些实验室的规范嘛，确保出来的品质。主要是因为政府是因为安尼才开始上这个物件，面对现实。当然现在贵，但是大家你说贵的时候我都说，你像像那个我刚才说的CAR-T治疗白血病这个，现在不对，差不多1400万台票，就1500万台票，因为在一些国家推出 Christmas 专案，就是说抽奖优惠，但是我怕跟日本的 CDMO 商开讲，我请他来演讲，因为在未来四年要 cost down 到剩下 47%，到2047、2048，他们要 cost down 到剩下只有14%。所以你想，本来1500万的东西，死到可怜剩200万，就是讲，那东西在降的速度其实嘛足紧的。啊，是不是越多人做，伊就越来越少？啊，是說。这更加更加没期待你啊。尤其是讲，你若用液体，用那个不是自体，那它在制造上面又其实更不用那么客制化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从动台湾来讲哈，因为那么是嘛是开始有这个需求嘛哈，就大安那样哈。啊，从台湾讲比较全面讲好，伊刚刚卡头已经就不松快啊哈啊，被老推啊啥呢？啊，去诊所还是讲去病院要做，好要做个这块呢抗造酶哈，差不多要多久？一起码差不多，起码可能到五六间病院在做了哈。哦，那应该算是台北的比較大的病院。五六间无的，为咱不做起来。哇、哦！起码五六间对吧？啊，你未来，因为这不是台湾的，台湾的医疗就厉害啊，这个外科手术，对啊，系啊，指日可待。我感觉三年来都下下叫，所以讲等多出来一定是贵啦，对，多出来一定是贵，因为伊嘛需要像兄弟发展这个。这个产业学嘛，需要一挂经验值，所以也需要这样子。但是你以后如果有机会，还得先分干给学，都会让造福更多的人。或者说，你可能去买医疗险，外外加医疗险的，还得骨材部分都是在骨材部分的补助嘛，哈。起码免疫细胞癌症治疗的一间 KDK， 那我看好几间保险公司 KDK 也保单。啊，他可以独卖不了几年，未来可能迄个医疗险或长照险来对，不你看不给这啊，那给这群咱分期付款，少年群开始付，四个群都无要惊啦。哦，乃至世界即马咧讲是讲到未来医疗哈，那即马听来伊小可有一种想象的感觉，因为伊较无讲咱身躯边有就侪人做过啊哈，伊是一个靠未来一种风险哈、可是开始已经开始咧落实伫个，已经有人咧用啊嘛哈。我请教你讲，因为即款咧甲法律来讲啊哈，是叫那是日本贵哈，有一定的数字支撑，那台湾嘛是拢会贵嘛，还是讲咱已经拢会当。落实在公去病院来得当有几万疗法。起码咱的迄个管理架构有分两行，一个是特管办法，这是爱病院提出申请，病院接受提出申请。这个部分是卫福部的医师司管，一个是再生医疗自己管理条例，这部分来开的食药署来管。食药署来管的时候，我这样说医师司会给他骂了，简单说，医师司就是说你安全我就放了。但是你的食药署一定要有明确的疗效，明确的疗效。譬如说如果以膝盖成片，那是像像跟你告良心说，我给你追踪一年两年 MRI， 你的片子你的软骨都在那里长得很好，但是食药署这边的话，我们在看疗效就会很坚持说，哦，你一定得要一年两年都还是很好长在那里，
啊，意思是没有强化要求成这样，那是说啊，业界自己如果能够，如果自己提出这样的话，好，所以还是有一些差异的。那对对业界来讲，是咱有法律上，我觉得法规环境的支持，大概加投资来去发展，哎，加怎样投资来发展的时阵，伊就会降价，民众就比较有机会比较好。对对，哎，其实世界在讲哦，这个所谓的再生医疗，因为咱那有时候你那是管理的单位能为哈，吼，伊有时候。迄、那个要求略有不同哈，中心思想够不够休闲啊哈？不过因为那我也记得古尼嘛哈，你舅妈妈在医院呀，超早过一些有通过一个管理办法，再生医学、再生医疗自己的管理条例。阿伯阿伯讲，阿伯其实2018年是开始在讨论，其实2018年都上了一个电话呀，本来是这个最优先法案啊都这些弄家己内底无差不多好，所以阿伯过。但是我感觉，因为这一点爱，你爱有贵哈，业界才会比较有信心感多。当然，他导出你不可能弄靠政府的研究经费嘛。那那小可靠在调的朋友，有开始用，那这个环境就会更越来越好。那我头下你讲的卡梯一定降低成本的速度也很可观。你看不是你要降五，等于50%以上嘛。所以你看一定那个就紧的，因为科学的发展就紧的。不过因为这个法律要改，也主要讲，有人有就这波休想看法，伊是伫倒位，看起来拢是较正面的呀、啊。这哦，这其实是伫个迄个大家脑印象，古早医药分野，古早人医生管的时阵，管的讲个人医生无欢喜啊，医生对不？哎，都连有叫拢医生给你包掉。未来医药分业，你一定要有药师或者一定要有门口药局嘛。所以这不同业别当中就开始不一样，很多要沟通的，对，很多要沟通的。还有一件事情是说，其实生技在发展，像最近的 LDTS 也是，就是说 LDTS 是什么？你好，国家就讲明啊，你法律规范为了保障专业的工，一定要是医检师才能做。但是进行你知道，现在自动化，我一般都是96G试管，你可以自动分装、自动检测。操作的人生技背景强就可以，不见得必须是医检师。可是这个新科技都挑战我们本来既有的那个咱的产业、咱的专业跟产业当中的这个界限。对啊，那个我看我感觉是有较大的冲突点是在这里啦。不过因为毕竟这个电脑也是生技的发展是很快嘛，所以说已经变成我们因为越来越多回这款提升生活品质啦，哈，这是政府应该要去研究的啦，在法规上看要怎么配合啊，哈。所以因为我们其实目前你看嘛，有很多想法，像有人说，他要去日本住胎盘素，就以前的，那就是怎样的这样，因为台湾没同意嘛，结果人家就去外面处理啊，还是说有什么干细胞疗法嘛，越听越多嘛，哈。都要讲得很神秘，为什么？因为政府没同意嘛，那你安那看这得、我感觉拢爱台面上那管呐、对，好，譬如讲我记者嘞，当当时这个你知阿姐嘛，我记者嘞 ，Tom Cruise， Top Gun 捍卫战士，咱汤姆克鲁斯、阿汤哥，咱高炸咱帅，戴雷朋，有，他不认识我，要戴雷朋眼镜对不对？哈、啊，美国空军对不对？你看他这回一波啥摇嘛？系啊。一住一个底耶，一住一个2011年美国 approve 一个商品，一个人买一件商品做大的股东啊，一年住一盖，台湾嘛发展出来绿色的物件，那台湾的剂量只要赢了十分之一，速度是赢了6倍啊，哈，而且物件等哪里信的时阵，一个委员都讲，哎，治疗嘿救命先啦，这款的爱水的哈，伊就是法令纹较重嘛，伊讲哎，这款的告别告别哈，啊，问我意见的时候，我讲，哎，你想嘛哈。你哪不改台面上全部纳管、台面下在做的人早就非常多，对、那你就会变成劣币逐良币。你得爱讲，你的实验室合乎 GDP protocol， 全部都符合。好，按照提纲来，拢总一档的人，你个核准了，其他人都会追求伊的实验室要提升，伊嘛要来新签工，伊是有这几百。所以拢总爱纳管，不管你他讲胎盘素或者什么，如果要开放了哈、其实都要纳管。日本其实嘛是为着讲要纳管，人家成立这个法规啊，我去拜访因的，因的后老神就讲，为着要纳管，才给这个法规。那有可能是因为不要管，所以讲我拢没在呀，不要管。
一开始讲，那不被，譬如讲，不被好几百，都不被好几百，但现在那是被好几百，你都是爱，嘿，一定爱那样。对，我今嘛，跟世家的讨论是一种，其实就是在人面对老伊要求生活品质啦，哈。有人讲健康，有人讲啦，既然我都应该健康，我哪样外较水瓜啦，哈。这个什么都要的也有嘛，哈。啊，只要你哪样改管理，就是解决酸点。我刚刚讲这样，其实卡塔夫这些呢，生活品质，因咱边啊拢有一寡许多人哈、哦，就是讲卡塔夫无好，惊无啥，你哪无法度出去打靠，起码几万瑞。其实咱不早惊出去哈，当初诶。最牺牲嘛，压力、欸。对，哎，我做嘞哈。哎，压力，你话加减出去个人，报道去运动，行一下安尼哈，身心健康啦哈、嗯。那所以，我觉得生活品质上，迄个能够动这个很重要。所以，哦，我他讲转来，日本的经济新闻，迄讲，你知影日本的他们投入所谓新创新安怎导？进贤，你带日本带过，你连知影一个日本的纺织厂内衣的牌子叫俊士内衣。嗯，对吧？嗯，好、哦，结果嘛就大哎、欸，你知道，因为日本的 Olympus 啦，军事内衣啦，哈、嗯，他们为了做材料，嗯、他们通常都在投入那个关节软骨成片，啊，那哦，是他那里面列出很多家，你刚才那天的头条新闻讲的就是说，因为高龄化，对、就是、他阿里讲啊嘞，因为高龄化，然后高龄化也需要处理。卡达夫的问题，所以阿哥汉尼在轻松投入这个，所以等到这个全部成功的时候呢，就是再生医疗大爆发哦，嗯，一篇文章写安尼写，嗯，那因投入创新型工，你知影像我他讲迄个皮肤成片啊，嗯嗯，因大个东西像富士软片，嗯嗯，哦，你想哦，因为富士软片吼，卡达做葫芦母、嗯、啊，葫芦母上重要都是迄个。胶原蛋白，嗯嗯，哎，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核心价值，嗯，但是呢，他基本上不能用底片的嘛，嗯，那那么 iPhone 提来都滴滴嘛，所以因都把这个核心技术提去发展其他的化学用的掉的所在，不也做再生医疗，嗯，不是软片底再生医疗的布局哇，那就这，啊，我他讲一间八仙城堡橄榄道上讲一间公司，叫 JTEC， 规个让我富士软片吃掉，哦，哈。所以讲，给传统的事业嘛，有新的机会。对对对，哦、所以我讲做内衣、做纺织嘞，因为啊投入伊个材料科学来的，伊嘛哩做关节软骨。所以今嘛，咱今访问这个林世家哈，世家姐讲未来医疗哈，其实未来医疗就只想象哈。嗯。不过伊嘛，对讲好难讲，阿伯上无位卡头哈，好难是大人，大家拢行出去哈，开心哈，还是讲阿伯心中哦，跳好卡脚纹。哎，现在那个开心的手术纹嘛，足贵，还是讲厝的随时安怎哦，厝的要掉电啊，那个压力很大，对其实是战斗力很影响啊哈。对，讲要安怎好，未来在今嘛咧讲开，阿伯就普及了哈，医疗方式诶，当好难享用得到了哈。你看想呢，因为咱台湾的医疗，家己本比来讲吼，那个俗嘛，对啊，好，所以那医疗这一当发展一个英镑的国际医疗，就是讲，人来台湾的医疗，一下等伊啦，因为这种无、你就算多人多高半位嘛，咪就等伊代志，啊，卡拉夫煎熬嘛，对对啊，你啊，哎，这嘛变做另外一种产生 GDP 的红线啊，另外一种国力嘛，啊，好医疗让那个比较贵的卖给咱的医护人员和你血汗，对啊，多一些出路。嗯，今天访问是林世家，好，这个台湾医界联盟的基金会执行长，好，感谢伊，除了爱去国外拼，嘛咧替咱未来的医疗品质咧拍拼，谢谢你，多谢金贤，多谢大家。播个无艺术，上精彩内容，伫 Spotify、Google Podcast、Go Apple Podcast 拢听得到哦。